叫 Gary， 我是一个龙舟同埋徒手健身嘅教练啦。 即係我哋通常都會一個禮拜都會有啲唔同 program， 咁可能 day one 就操某啲肌肉群組 ，day two 就操某啲肌肉群組，跟住可能有 rest day 啊，成即係類似係咁樣咯。咁呢部機其實大致上咧都幾 user friendly 嘅，咁當然亦都有啲位需要再 fine tune 啦。咁但係基本上以一般人嚟講，其實大部分嘅 exercise 佢都會有㗎啦喺入面。好處就係佢好方便調校重量啦。 同埋佢有一啲幾好嘅 function， 例如佢係有 chain 嘅模式啦，即係例如你好似有鎖鏈掛住個重量，咁你一度越舉佢就會越重嘅模式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係 eccentric 嘅時候，佢會加重個重量模式，咁就令到你個肌肉群組個撕裂會更加大，即係會可能令到個肌肉會比較脹得快啲啦。 咁佢仲有一個模式咧，係好似一啲 physio 會專用嘅係 isokinetic 嘅模式，咁就變咗你 rehab 或者去做一啲相對輕鬆或者老人家要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就會比較方便咯。唔好處咁當然可能部機比較新啦，咁可能都會有少少bug啦。我相信佢之後如果有個 app 個 update 咧，咁應該可能fix 到呢啲嘅問題嘅。